今晚接下来第二个曲目是家喻户晓的《卡门组曲》，是法国作曲家比才的作品，更是在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的法国歌剧。精彩的组曲包括有火一般炙热的阿拉贡舞曲、咏叹调哈巴奈拉舞曲，以及描绘欢乐的气氛和斗牛士精神的《斗牛士之歌》，以及还有热情奔放的吉普赛舞曲等等。现在就让我们带着愉悦的心情来欣赏这精彩的卡门组曲，让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欢迎指挥李振声教授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